强子，你把咱们家水管关一下，这水管小小的，水都没喊得。每次这个油桶桶打一桶出来，几天就没掉。一斤菜那个是倒好少嘛？阴阳怪气的呀你！那你不弄鱼块吃的话，没准我一桶油的话要吃烧酒。你下次不要弄那个小油回来了，不弄得用哈。再过来把那个纱布前面盖着。保温水，老师说我做的面食不好吃，然后就有时间就天天做面，这面里头加点盐才筋道。和这个面的时候加点温水。做了馒头呢，保温水先买肉；做了包子呢，奶馅不好看。今天整个肉饼，看看那有咋子塌。对，摆放手软了，再加点这个烧熟的油。加肉饼的面不要和那硬。肉光滑几样，比你平时做馒头这种要软一点。要准备馅儿，昨天跟我娘说，我们村留点家伙，用这个推子就整出来，好不像家伙一样的粗粝。正好肉饼的话，是要有点肥的才好吃。我有问聪明的哦，这个煮里头才更香，稳定一点。那我的待遇跟猪儿的待遇是一样的吧？是噻，猪儿啥子身价哦，肯定要爱猪儿噻。但是你比猪儿的待遇高点，你要给我弄饭，我肯定更爱你呀。那我不煮饭的话，这还当不到主儿了，是不是？江总，你又会要好多面粉吗？我那个那么你跑到这儿来，我要钓鱼的。钓鱼的，反正几分钟把鱼都钓了。这个鱼吃面粉，我就吃鱼。那条鱼你吃不吃得到？那都不晓得了。再在这肉的时候切点葱葱，再来点姜末和到一起宰。又是烩面，又是嘎嘎，这晚上在包子茶。我虽然是一个素食主义者，但是我还是喜欢吃干儿。你咋子不素哎？人家进去吃的熟的，没得哪个吃生的得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要得了，把装到碗里调个味，加点生抽，再来点蚝油，再少来一点盐，再来点花椒面。哎，油烧热呀，淋得这肉馅儿高。淋这个热油，就是把这香味给激发出来，再把这个肉馅儿搅拌均匀。菜板高头先抹一层这个干的面粉，切一坨下来。板川儿，你等下给我告下，看这肉馅儿好不好吃哈？这是有干儿的。都可以告一下，把那皮皮儿擀薄点儿，擀大点儿。吃点面，少吃点饭，我是不是减肥？刷手了呀，抹点油还不方便，直接上手。减肥，这越吃越胖嘞。多铺点干在这高头，再把这个折了，对折一下，把这 QQ 捏了，封的。还有那擀面杖，把它稍微压薄点儿。把它烧起了吗？耶，你这天啥子情况啊？不要你跟我烧，好落户啊！有时喊你吃，你说我光把户来给你吃。要不然你说快一点嘛，你看把外头黑都黑了。人家都说来慢工出细活，要想快一点的话，你就只吃方便面。平底锅里哦，加点油，再煎第一个饼，晃动那一下，把它摇晃摇晃的。这面煎的点心过后，就把它翻一面。这个肉有点多，等它多煎一下，然后给它加盖子焖一会儿。翻一面煎完了，它再翻个面儿。哎，好烦的呀！妈妈在煎饼，你是来打啥子电话嘛？这屋头是有好款吗？那娃儿话硬是喊他都不喊了，直接打电话了。娇贵儿，这要拽得很。那哥哥读书的时候给他买的那个电话手表，那哥哥耍的差不多了。不读书去了，靠到屋头，那天天拿来带钱，给得很。尤其是出个门儿了，一哈儿也是电话。让给你打个电话，妈妈，你好久回来哦？这个电话不是电话费的吗？有话费啊，咋子没得话费啊？办卡的时候都该办的那个学生卡，第一个出哥，那这个没有看过个的，还是捡了两面金黄的。那我好嘛，出哥嘛，你不要喊我来给你告噻。我先。把那个饼切一下，耶，听这声音还多脆。这一个饼把它切成四哈，我包你吃一个哈，儿子要吃一两个，这卡卡还是多，还切了。
人拍着呢，希望我视频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